6:13，然后我已经换好了另外一套衣服，然后已经要准备录制了。我今天是跟合作，然后我们每次乐队的夏天现场都是这么嗨。嗨，我回来了，今天的 vlog， 哎呦，大张伟老师 ，Hello， 这是我的 vlog， 是。今儿你又拉你那大提琴，对不对？对，太棒了！到时候等你看演出了啊。好。我的 vlog 是重叠了，因为这是我的乐队的 vlog， 然后刚刚我在录我的音乐会的 vlog， 所以其实是有点重叠的。盘尼西林，嗨，到第一现场，我的地盘。完全没有准备。对呀、我也有点吃惊。但是我不知道。我们终于录完了，然后现在等备采，然后趁等备采的时候，我要去拍一点照片。现在是12:30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拍照。好，对了，我觉得乐队夏天的庆功宴，然后我们乐队夏天都录完啦，马龙老师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2:00多，快3:00，应该3:00多了。走啦，我走了，我真走了，拜拜。好，今天我也要撤了，所以要希望你们可以看明天乐队的夏天，我跟盘尼西林的合作舞台。大家记得明天看乐队的夏天。